不敌虎头蛇，挑战刘湘，胜负如虹。相信他吧。悠悠闲庭川，你醉孤魂。彼岸明镜，孤星思幽深。小月娘究竟？你小姑娘，咱见过面吗？人也不需要了解太多，现出您独生的血统吧。形容靠药非常不能善药之地，起定一声起定，相机组顺滑之上，再接罗文五行阴阳定。五行阴阳定，可立化得手之功，非常单调。还有几号，但可惜因真正对敌为什么？出事！哦！你顶冠不慌回转，脚托万劫，还击了完。钻石，有些慌忙。曾经敬爱母子，这是名师，要为你开启复仇之机啊！圣勇寇，令人一目之地，杀！这相气，红魔尽是兵锋之雄，复侠必将秀魔力。我不清楚，剑海清平，不用你。定国真人去消失。危险！小龙口。迎接必死，好，危急之时，不能插手。云罗平亭高万里，举头红颜平红梅。南京风神如不顾之风，秋来之风，悄悄变名。无形阴阳金，好，无形之金在飞，不惜化阴毁阳，尽还一心。无形之交，气吞天地。不朽红魔，一魂终将活动。圣勇寇，因为自己经历孤影辗转的时间，哈哈哈哈哈！父亲，请你将因带下了我，另外派人通知护道子。请来吴凌霄立即时赶回护道子呢？以前往阎王去，只是想未到阎王塔更东西来攻。那仍然都是绿色红魔，只是想未到在天道子之下又出现绿色红魔，看来跟伊另外一人有关。
日他曾经见过我，难道伊是昔日绿色红魔的手下杜魂官？杜魂官，伊往站在幽魂里见过一面，为何现在昔日此模样？就是从头至尾，伊就是连魔套之人，也有可能。对了，你不是在找找我师尊？就是要我回来布道，伊就信龙口有我指点，林博士有心了，希望你赐福。